不满睇咸书，奇男将执蛇女友。HP 像攞嚟硬射自己，就话系广告效果啫。现实中真系有人攞嚟硬射自己女友噶。31岁嘅英国男 Raymond 咁样对拍咗拖5年嘅 Emma， 皆因佢上个月发现 Emma 睇呢本讲述处女大学生遇上靓仔有钱佬嘅情色小说，书里面充满 SM 同捆绑等情节，劝佢咪睇唔掂，最后闹交收场。既然女友爱有味小说啦 ，Raymond 一于要女友试下有味嘅滋味，于是带埋 HP 酱踩上门，两个人嘈起上嚟。Raymond 仲用 HP 酱硬射 Emma， 同刮咗佢一巴添。Raymond 承认全心咁做，判6个月社会服务，仲要赔翻1200蚊港纸俾女友。唉，为咗本书输咗个女友，值得咩？